媒体报道，韩国女星雪莉14日庆生离世，在她的死亡消息公开后，昔日 FX 队友仍赶到灵堂陪伴她。Amber 悲痛地宣布暂停手边工作，从美国赶回首尔，短暂停留9天，将一切手续办妥后，她于23日下午再度现身仁川机场，满脸憔悴倦容，令人不舍。在一位工作人员的陪伴下，准备回到美国上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